一定要眼道，眼睛所谓道的话，就是观察它里面是不是能够指得到，是不是有故事性，有没有跟别人同类，一定要有点投趣性，还是你的这个故事性的强烈，所以你才是一个作品。除了眼睛以外，就是心，心里面就要构想，构想里面的内涵，怎么样照才能够抓得住，手的动作要特别快。为什么一定要偷照，一定要强照？一个是偷偷摸摸地把它照下来，一个是寻间地把它照下来，这样才有一个动感，才有故事性。照人文呢是很困难的，因为并不是有安排性的。你假是安排性，那不是叫人文纪实了。所以我去了几次，那么到最后才照到一个得奖的。我都是用正面照，正面照因为他的观众啊是在背后，他的舞台啊是正面，这个太简单了嘛，很平了，没有一点高潮的表现了。所以之后我又去，就从后面我就发觉，就是用眼睛看，用心来想，用手来表现的话，这个要用广角的张力来表现，那就是找那个 saxophone， 他的那个动啊特别动得快。当然动得快，我不可能跟他对焦去，当然我要用我的快门，用我的光穿来用技巧，所以跟着他走，所以那一张也得了很多的奖，因为旁边唱歌的也照到了，观众也照到了，所以那一张很棒。